刷落去这位又阁是演歌戏出身，那只要是演歌戏出身的艺人，伫咱这个节目拢足受欢迎，真侪人喜欢。今仔日特别甲你邀请这位高玉山，较早呢，无论是演小段、演苦段、演三花，也是伫咧连续剧演赤查某。啊，也是演老夫人啊，认可不倒，什么角色伊拢好，啊，只要有戏通好演，安尼就好啦。你甲看呢，拢唔免拣角色嘅，为什么内面拣角色？啊，都逐项伊拢会晓搬，会晓演啊。过来呢，伊是一个好演员，啊，你若要甲排做主角，当然嘛是上好啦。啊，排做配角呢，安尼嘛是可以啦。要那无，啊无安尼三十集。我出现三集安尼嘛好，你甲看，啊，这也未惊喜，所以啊，伊咧什么出来底，你就看会出来嗨嗨嗨嗨的安尼，要做配角也好，啊，若出来安尼，互看一下，安尼嘛好，讲啊，也无嫌迄个戏少，过来呢，也无嫌迄个钱少，所以啊，人缘有够好，高玉山是好演员，角色。予咱讲未完，演赤查某真够冤，演贤妃像王宝钏，伊也会圆，也会扁，演什么就成什么，会演小丑鸡毛片，角色会当乌白变，你变来变去拢无要紧啦，恁姊啊就是会晓啦，什么角色拢无要紧啦，演卖卖敢嫌安尼就好啦。高玉山呢，厉害就是厉害伫咧遮吼。啊，这角色在迄个编剧、在导演安怎去调、安怎去排，伊拢讲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我无拣角色啦。今仔日要来播的角色是啥物？歌星。那是演歌戏，也是演连续剧拢遐搞。啊，要来演歌星，安尼敢有法度？敢若会晓唱歌戏？迄唱歌都袂嫌伊啦。今仔日要来唱这首歌。叫做不平凡的爱，咱来邀请高玉山。Yeah.
厉害，红到遐。你原唔捌报？我去看卖啦。别安怎拢歪紧。